快咧，成日嚟咯。我今日就會發現一個江南嘅闊態咯。我真係好酸痛啊！呢度，我真係好想而家衝入去做 SPA 或者瞓覺，浸浴乜嘢都好啦。我成日觉得做女仔咧要好好咁锡自己，所以我今日咧会介绍韩国做 SPA 嘅好地方 Amore Pacific Spa。佢嘅 SPA 护理服务咧系有世界级嘅水准噶。呢度嘅姐姐嘅手势咧真系非常之好啊！佢哋会一次过提供面部、背部、腹部、足底等全身按摩嘅服务，令我成身咧都即刻 relax 晒。咁由于咧 SPA 过程中咧，佢哋会喷上一啲绿茶清香嘅喷雾啦，我喺 SPA 房入面闻住呢啲清香味咧，就慢慢瞓着咗啦。我揀咗呢度最出名嘅汉娜绿茶疗程，呢啲绿茶咧系有抗老化啦、调理油性肌肤嘅功效，各种嘅绿茶保养品咧，我哋都可以喺度体验感受。好舒服啊！大家见到我个样，啱啱瞓醒好精神咧，就知道咧我啱啱做完 SPA， 超级舒服啦。跟住我而家成身都系绿茶香味。你應該聞不到，不好意思。但是呢我覺得呢我們做女仔的去旅行行街行到攰或者看一看到攰就不應該再折磨自己，應該要錫多些自己去做一下 SPA， 好像一個公主一樣。